摆臀，李多惠与团员跳舞，一举一动都成为镁光灯焦点。话题多的李多惠还意外带动团员。回韩国，我想跟你一起去韩国，跟你一起。两人同框，手牵着手，说要一起回韩国，不过却被眼尖网友发现，两人长超像，从刘海到一张瓜子脸，高挺的鼻子，以及笑起来弯弯的月牙眼，直呼根本是姐妹。无论是嘟嘟嘴还是手牵着手脸贴脸来个爱的抱抱，乐天应援团团长壮壮在 IG po 出多张与李多惠的合照，仔细看两人都有白皙皮肤，水汪汪大眼，许多网友留言说这相似度比李多惠和高红安壮脸还高。不过粉丝最期待的李多惠林湘何时同框，乐天大方在留言处回应五月初李多惠和林湘都有安排表演，粉丝有机会看见两大啦啦队天后同框，带来精彩演出。华视新闻林丽婷、谢君仲台北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